师父给世界佛友最后的叮咛。世界佛友大家好，师父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这一年时间师父很想念大家，师父心中时时挂念着每个孩子。你们都是心灵法门的火种，无论师父在哪里，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。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永远普照着你们的心灵，师父很爱你们，希望你们坚持佛道，永不退转。师父十几年为了弘法，肉身消耗，悲业很重，但是师父一直都在给你们加持，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开示，依教奉行，严守戒律，是成佛的基础。多多为众生真心付出，破除自身的我执我相，心中常念佛恩、国土恩、师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。成佛的路上需要真心诚心，勇猛精进，心系众生，一心向佛的孩子。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会永远加持保佑每个正信正念的好孩子。佛法的传承靠每个佛子薪火相传，师父会引领你们到达彼岸。希望你们珍惜末法时期最后一班法船，众生的苦就是师父的苦。师父愿你们一世修成，报佛恩。师父2021年11月5日。